老子也是这一套谱。好。助理老师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是现场的 SQ2， 我们现在还没调音的前，其实声音上来说并不是差，但是感觉是音响公司刚换上新的皮，还没有开始调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换笔，调音之后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调音完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来听听看。